尖沙咀海滨长廊，由海运大厦伸延至国际邮件中心，市民和游客沿途可饱览维多利亚港的壮丽景色。各种各样的设施及公共空间以不同深浅的灰色为主题，统一了海滨长廊的外观。尖沙咀东及文化中心对开的海滨长廊，地面以灰麻石铺砌成不规则的图案。文化中心外观景台的墙身以白色铝板装饰，与海棠附近之建筑物互相配合。海滨长廊昔日杂乱无章的建筑物及多余的设施已去无存精，增加了绿化空间。原有废弃的海水泵房的位置现设有露天茶座和餐厅。沿着海滨长廊种植了茂密的洋紫荆，作为阻隔毗邻的舒适巴厘岛的隔音屏障，为本地的雕塑家提供一个静谧的展出场地。